老公，老公，你出来说一下，昨天怎么练习的呀？我都忘了。能说吗？这个东西不能说吧？记得把关注点一点哟，我只要一开头你们就无止境的说，这样的话超管人过来我就完犊子了。所以你们说的时候我就不说了，你们不说的时候我再说。我机智了，我跟你们讲，以后你们说我就不说了，你们不说我再说。谢谢哥的关注哟，大家辛苦了，宝贝。谢谢哥哥，真的，他们老说我在直播间乱说话什么的，我也没说啥，可能就是因为跟你们一起讨论这样的话题，然后就有问题了。到底谁说？我说，我说，我说，讨厌，哼。我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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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总要一个被动，一个主动，一个主动，一个被动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之间。总有一个是被动的，臭弟弟，臭弟弟，小坏蛋，你家床质量太差了，换一个吧。你家床质量太差了，换一个吧。现在随便去开车，那不等着倒霉吗？这不是，对不对啊，臭弟弟？现在要是随便开车，等着超管来找我们麻烦。
声是啥？这都不知道。真的不知道。不是暗定就换一个喽，哥哥，不是暗定就换一个，不要耽误了自己的美好夜生活，好不好？到时看看扭打扭打，总有一个你会觉得特别的顶，特别的喜欢的，对吧？出门右转不错。笨笨笨笨的，狗东西，每天都挑食，什么家庭条件啊？天天挑食，嗯，小玩意儿。直播呀，哥哥，怎么了？每天都是直播呀，我从来不放录播的。你们啊，不会已经认错人了吧，臭弟弟？臭弟弟。长点点，全网都是你老婆，狗东西，全网都是你媳妇儿，你可太赚了，对吧？就跟我说晚安，你认真的吗？这才几点钟啊，这夜生活才刚刚开始。作为一个男人，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，一个男人十一点钟就睡觉了，你醒醒啊你啊，你快醒醒啊你啊，男人。没有点关注的哥哥，我们点点关注哟，谢谢老公，爱你感动，哦你讲，谢谢哟。
人家都是盯着我看的，你跑过来问我身上的是什么，你在看什么地方啊，臭弟弟啊？嗯，小坏蛋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，看不到的。你们想看的，看不到的。发挥你的想象力哦，看看到底是什么，臭弟弟，发挥你的想象力啊，没有的东西啊。可刷什么意思啊？嗯，喜欢的哥可以来加微信哦，特别喜欢的哥可以来个火箭哟。嗯。啊！欢迎清清吃火箭，欢迎清清吃飞机，哈、啊！真屌哟！谢谢星体哥哥的王牌队长，这也是一个新礼物吗？嗯，星体哥哥，谢谢星体哥哥的王牌队长，找一下弹幕上扣一的皇冠哟。谢谢星体哥哥，没见过瘾，好多礼物都没有见过瘾。嗯，啊，谢谢。哦，有没有？嗨，原来就是我认识的这个。哦，原来是你，今天哥哥，是我认识的。哎，你看到这件生牌子可以生得很快乐。嗯啊，几点钟了？11点钟。孩子也可以跟我学习啊，以后男朋友会越来越喜欢你，对吗？啊，臭妹妹，嗯啊，没有的东西。谢谢哥哥的关注呀，爱你感动。嗯。
只火箭哦。就睡了，我怎么办？真是的，不行了，那个东西太甜了都，太甜了。然后我不嚼它的，我都是直接把它放在嘴里，不嚼的，我不嚼口香糖的。等我坐下来啊，坐下来把口香糖吐掉，然后喝口水，太甜了。等我一下。谁要给你吗？喝口水啊。你们要去看谁来照顾我，谁来陪我，臭弟弟，我才不会让你们睡着了，真是的。没有，它就是黑色的口香糖，好不好？真是的。清清哥哥回你了，清清哥哥，我回你了。你看我给你回的就可以了。这样不让你们睡啊，你们睡了我怎么办？我一个人啊，漫漫长夜，很寂寞孤单的哥哥。我经常穿的丝袜边挺好看的，就那丝袜的边缘挺好看的，但是呢你们又看不到，就每天就只能看到我穿的丝袜，也不知道我穿的啥丝袜，太难了真的。你看我今
今天唱的是这个编的，挺好看的吧也。昨天唱的是豹纹编的，大前天唱的是黑编的，你们都看不到，嘿，白穿了。太浪费了。手上没有辫子，这个线像什么呢？我还能带辫子，我一般不玩的，要玩的话，当然是玩到开心了，臭弟弟，你说呢，小坏蛋？刚变年了，没有变年啊，刚刚那个是寿年，我都30000多的粉丝了。开点寿年过分吗？哼，讨厌，都不让我开寿年。谢宝宝，灯一刮，天一黑，什么都是一样的。你说呢？你对不对呀，宝贝啊？啊，臭弟弟啊！让他趴下去，站什么站？人这么多，全都给我坐着，站起来都看不到了。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这么多人呢，都站起来了，怎么看啊？真是的，坐着。自己把自己都笑了，开心。
是加个黑猫好了，还是不加黑猫？加一个还是不加？加一个吧，要不？啊、哦，没用的东西哦。嗯、哦，小坏蛋，嘚嘞嘚嘞，嘚嘞嘚嘞哟。啊、哦，嗯啊。这个是要等我很久了，真的假的？还聚焦呢？没有的东西，怎么可能聚焦？把这个重新搞一下。谢谢啊，宝贝的蛋糕，嗯啊，谢谢宝贝啊，点亮点亮，点亮点亮，好，谢谢宝贝哟。喜欢的哥哥可以买家回家，嗯啊，还要看白眼，等着吧，累死了，没有的东西。啊、小坏蛋，啊，等了，等了，等没有，小坏蛋。嗯，大坏蛋，啊呜、哦！喜欢的哥哥，记得点点点点关注呀，等急眼啊！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吗，臭弟弟？你不喜欢吗，臭弟弟？要不要加这黑魔啊？上叮叮，啊、啊，等等，你喜欢什么呀？还得看姐姐愿不愿意展现了。没用的东西啊，嗯，好刚刚清香，好刚刚清香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嗯啊，哦，嗯啊，不要这个。哦，嗯啊，嗯啊，没有的东西啊。小坏蛋，大坏蛋。你要听话，要乖乖哟。没有的东西啊，嗯啊，嗯啊，大坏蛋，等没等没等没哟，等没等没等没哟，好，嗯，嗯啊。没有点关注的哥哥，点点关注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嗯啊，大坏蛋，没有的东西啊，嗯啊，喜欢清清的宝宝记得上一上回击哟。特别喜欢的可以上个红纸，等没有，等没有，刚刚
狗狗狗。竟然还问我另一只这样的问题，这个时候方便问吗，哥哥？我们的关注点不是应该在其他地方吗？怎么还问这样的问题啊，臭弟弟？没有的东西啊。哥哥不喜欢吗？吓坏的。不喜欢吗？吓坏的。大坏的。没有的东西。谢谢哥的关注啊。有条件的老公来驾飞机啊，让老婆看看老公的回击好不好。等会到。你听说的东西真的是不一样吗？小坏蛋，没用的东西啊，小坏蛋，蛋蛋，视角吧，换一个视角吧。一直这样的话，让我们不一样的视角，感受不一样的情景，好不好呀，臭弟弟？为什么每次站着就必须要搞一个黑的边幕呢？不然觉得好丑啊。站着的时候就一定要搞个黑幕，搞得睡不着了。别睡啊，哥哥，长夜漫漫，无心睡眠，让我们一起啊感受美好的夜晚。让我们一起感受寂静的夜，
出口，忍住，我们还有好几个小时，要跟哥哥互动、聊天、谈感情呀。看什么脚？不知道什么看什么，臭弟弟。嘘，不要挑食，宝宝。不要挑食，臭弟弟。不可以挑食的哟。好吃的不知道，我不出门的，我又不出去哦，谁知道呀？每天晚上上班。
白天睡觉出门都不出去的。老公过来沾着我的手，老公老公，老公，海鲜吧，吃什么鱼啊？这年头大家都吃海鲜了，你想吃鱼啊？还有没有好哥来加飞机的？戳一戳，谢谢哥哥的关注。可是屏幕就把你孩子带走了，你，算了，我不能说，说多了又要违规啊！我要闭嘴，少说话，不然超管爸爸老说我开车，真是冤枉死了。现在遮住了一张，所以我俩平等，一人一张嘴，挺好的。你应该谢谢我帮你减肥了，彻底的呀，你说呢？什么？啊？宝贝，上班不要迟到，听
你完了，你朋友都不想要了，要不你醒醒啊，你确定旁边是你朋友不是枕头，或者充气的啊？嗯啊，哪样的东西啊？嗯啊，拿下椅子去了，拿一下席啊，你还挑食啊？嗯啊，等没等没啊，不准挑食啊，听到没有？没有的东西。嗯，等没啊，还有没有好哥哥来下飞机的？冲一冲哥哥。什么事啊，臭丁丁，一天到晚让你们不要低着头忙，你们非要低着头忙，但会的，但会的，嗯啊，但会的，等没等没，嗯啊，臭丁丁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
有条件的老公可以来一下飞机哦，特别喜欢的老公可以来一个大火箭。老公，的美的妙，的美的妙，没用的东西。你不可以这么说别人，那每个人的感觉又是不一样的，你为什么要说他？不要，等等，不要，等等。谢谢啊，体育老师可可的回击啊，安妮感动。哥哥找一下弹幕上，可以的房管哟，谢谢哥哥。谢谢宝宝，爱你哟。没事，不用管那些广告。爱你哦，哥哥。不用管那些广告，我们别理他。等。好，宝贝啊，等。成，宝贝。什么都是跟别人学的，宝贝哦。没有一个东西是自己的。我都是跟别人学来的，你说的真对啊。你好棒呀，什么都知道。大会的。等呀，不要啊，哥哥，不要。古老宝贝，好哥哥，等没。有呀，我好像有的，你看一下，宝贝。宝贝啊，哥，但没有，哥，但没有，好，不要哥哥，你这样会吓到我的，不要。不可以啊。没有的东西。还有没有老公来一下回击的，奖励清清，让清清一口吃掉大回击啊。哥哥睡觉，求求，拜托拜托。
老婆，大坏蛋，不要叫大坏蛋，欢迎我们老公来家，欢迎家。总有第一个人，让我来做你的第一个，好不好，宝贝？怎么样，臭爸爸？让我来做你的第一个大坏蛋。大坏蛋。大坏蛋。Kiss，Kiss。臭弟弟，臭弟弟，没用的东西。要要要，你要什么呀？臭弟弟，你要什么呀？臭弟弟。看不了衣服宝贝，因为我没有站起来哟，站起来的话才可以看衣服啊，知道吗，臭弟弟？狗东西，对，狗东西，单面，谢谢哥的关注，不要支配我啊，宝贝哦，不可以哦，姐姐很凶的，一口可以吃下好多个，没有的东西，不穿高跟鞋，臭弟弟，不要！怎么穿呀？我都已经这么累了，还让我穿高跟鞋？你这个大坏蛋！没有的东西。谢谢哥哥的关注呀！还有没有好哥哥来驾飞机的？特别喜欢的哥哥，可以来个火箭哟。等没有？我就有味道了，我哪里都有味道，臭弟弟。等一下，你这样怎么了？加个黑魔，稍等一下。老师这样画好累啊，
上弯，好累哦。你想坐往什么地方坐呀？车地点。好哥哥，好哥哥，第六名哦。我吗？我还第六名啊，我竟然前十了，真假的？喜欢清清的哥哥可以来加灰机哦，特别喜欢的宝宝可以来个火酱。上周超级联赛第六名，不想的，不想的是啥？我参加了吗？站起来趴着，我感觉都好累啊！不是，就是准备工作，要做好多东西了。谢谢哥哥的关注。谢谢月月的灰机啊，很感动。那是我们家月月的。谢谢哥哥的关注。想亲亲的哥哥可以来加灰机哦。小飞机来了，开心。
看一下这边，看一下这边，宝贝，多多的看一下哟。啊，哇，哇哦，今天周一了，今天周一了。早就不让听爱了，宝贝哦。早就不让听爱了，因为可声音都不让播的，宝贝哦。嗯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那什么都让你满足了，你还怎么刷礼物啊？对不对啊？就是要差那么一点点。哥哥不刷礼物，就总会差那么一点点。超管也是懂事的，也不会让你啊肆无忌惮的展示，对吧？谢谢阿梦哥哥。嗯啊，超管这么强烈的控制，你还想要干什么？谢谢阿梦哥哥，爱你感动。嗯啊，辛苦啦，辛苦啦。嗯啊，嗯啊，老公老公，人家想要。嗯，老公老公，人家想要，想要，老公给我，给我，给我点点关注，老公老公，嗯哇。谢谢老公的关注，爱你感动。喜欢清清的可以来加飞机哦，特别喜欢的哥哥可以来个火箭哦。嗯，手拦出来，不要忙了，已经很晚了，不要忙了，一会儿交给姐姐，下班了再说，好不好呀，臭弟弟？哦，哦。不要亲我，我怕痒，不要。好，过来抱抱可以啊，抱抱，天天，
亲亲抱抱去高高。嗯，哦，嗯啊，嗯啊，想控制我，臭弟弟啊，但没有，姐姐不接受你的控制。特别喜欢的可以来个黄泉哟。嗯，今天姐妹已经展示过了，一会儿如果心情好的话可以再展示一下咯。现在不方便让她出来，现在我在展示，还没有到她展示的时候。臭弟弟，睡觉你看什么？嗯，还想盯着我看？不要了吧，身体扛得住吗，臭弟弟？嗯，身体扛得住吗，臭弟弟？上下，你还想支配我？狗东西，狠东西！
谢哥的关注，怎么老想在我这儿逃难似的？你什么情况啊你？狗东西！啊，哒啦哒啦哒啦，啊，没用的东西啊！奖励他，没有奖励他。谢谢再来一次哥哥的班卡哟，还您看到。直播间没有弹舌，没有口腔，也没有咀嚼音，也没有舔耳的声音，什么都没有。因为超管不让播这些口腔音哟。哥哥想要听这种口腔音的话，可以上飞机，好吗？直播间不让展示啊，宝贝。我连续休很多天的话，肯定是没有分了，不用想的。我每天就播五个小时，加准备一起大概八个小时左右吧。一般没事的话，我不会说不播的，肯定都是没有分了，我才会不播的，宝贝，你放心好了。我也没办法啊，这哈五天就回了一分两分啊，是不是？没得办法。口腔音是什么？上了飞机就知道了，哥哥，不要啊，不方便展示，宝贝，没法展示。剧场一样的呀，因为没分了，不写了吗？因为没分了，说不了了。现在只有六分了，只有六分，再扣一分，这个号就公益了，宝宝，还怎么说啊？对不对？我没办法的。我也是没有办法的。好，换个角度啊，趴一会儿，真累了，再开四个号。超定定。还有没有哥哥来一架飞机的或者火箭都可以哟，臭弟弟。不知道有什么的话，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鱼吧哟，臭宝宝。谢谢超好看哥哥的翻看页啊，我才看到，我刚刚去换视角了。谢谢啊，我家小偏执。谢谢哥的关注。对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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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舒服。直播间的剧场就瘦了那么一丢丢，你就舒服了，没有的东西啊。谢谢体育老师宝贝的飞机啊，啊，你看到？谢谢宝贝啊，你看到？没有，谢谢爸爸，大娘家回家，谢谢宝贝。大坏蛋，大坏蛋。
谢谢宝宝的私家晦气哦，爱你感动。嗯啊，谢谢老板的一步到位哦，老板请我长笑哦，爱你哦。嗯啊，谢谢老板的一步到位哦。你这说的什么呀，我都不敢服输你的淡漠，小坏的。嗯，哥哥天天抱抱举高高，亲亲抱抱举高高。
线的，比较有限哟，稍低调。嗯，稍低调。哦，知道。哦，稍等一下哟，稍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搞错了，点错了。等没有？等没有？等没有？后面怎么调情啊，臭弟弟？后面调情了，一会儿姐姐都要被踢下播了，小宝贝哦。嗯，谢谢山河哥哥当大灰鸡哦，安妮感动，嗯，你讲，嗯啊，嗯啊，哥哥，长下弹幕上扣一刀房管哟，谢谢安好哥哥，但愿但愿，好，谢谢哥哥，嗯啊。大宝贝，大宝，大宝，大宝贝，想得到挺美的，臭弟弟。你们想什么呢？你们不要乱想啦，小坏蛋。嗯啊，棒棒棒棒，还要大亮，棒棒还要，还有没有老公来驾飞机的？人家还要好，嗯啊。嗯啊，嗯啊，嗯啊，你们不要操控我哦，狗东西哦，不要，嗯，不行的，嗯啊，等了，嗯啊，等了，嗯啊，等了。轻轻的关注都点一点哟，拜托拜托，求求你了，好哥哥好哥哥，拜托拜托，等了等了，嗯啊，嗯啊，臭弟弟，臭弟弟，我是安徽人宝贝哦，在一个有山。有水啊，有姐姐的好地方。嗯啊，稍点点。嗯，等了呀，稍点点。
在这手摇不了的，手低点，放在这里手摇不动，只能稍微的摇一摇。对呀，陆波呀，哥哥，我是高景。